主料：虫草茶15克，乌鸡200克，香罗片120克。辅料：盐、蜜枣1颗，薏米20克，芡实25克，黄芪15克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2小时以上。准备食材：乌鸡斩大块，响螺片提前浸泡发透，把响螺片与乌鸡放入汤锅中焯去血沫，接着清洗干净备用。把虫草花等汤材用清水冲洗一遍，炖盅内放水，接着把黄芪剪小点的片，便于炖制的时候更出味。接着把其他的汤材也放入炖盅内，加入一粒蜜枣，主要是为了提它的清甜味。然后把之前焯烫过的乌鸡与响螺片放入炖盅内，用厨房纸封好口，蒸至2小时。食用前可用少许的盐调味。烹饪技巧：本汤品为2人的分量，请食人员的多少添加食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